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你点影片进来。那这一次的影片，我想要在 Fresh 结束之前呢，多拍一点其他的东西，像是，因为我觉得依照官方目前在官方的粉专贴文上讲到的，他们处理进度的话，其实我没有特别乐观，对于每一种模式或者是每一个可以看到的资讯，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，所以拍个片吧。这样子以后大家想要怀念的时候，就可以翻一下影片，好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。那这一次想要介绍的是行手之卷。行手之卷呢，是官方在好久之前，等一下，这个画面也太，好吧，就将就一点吧。我没想到的画面那么小啊，将 就一点吧。在好，我忘记什么时候了，在这个。天虫影片改版之前嘛，就有的东西，那它是以一种水墨风的漫画呈现出来的。水墨风漫画也是属于忍豆风云三的这种它的特色啊。只可惜现在水墨画风格好像不是游戏的主流，你想要用心游戏圈粉，好像也不能只保留水墨画了。然后这一颗丸子真大颗啊，紫色珍珠嘛，这个。它摔下来了，这个是半冰位的概念。海苔蛋，海苔蛋得死。好，那这边就有水墨画风的那种按钮。海苔蛋，所以海苔蛋这个角色估计就只出现在这里了，来不及反应。这个就跟我最近卡奥的时候一样啊。为什么我的普攻都出来了，熬也熬不出来啊？眼花缭乱，冲击就将你打出去了。你是被鬼子金棒的奥三打出去的吗？再见全雷打，怎么飞那么远？神偷，为什么在身后啊？魂的东西哈，魂的东西。嗯，这样勉强也可以看嘛，对不对？魂。好，奥义必须要装对应的妖气值及消耗魂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定有点不友善新手的样子，因为你第一个你要装备 A 武器，然后第二个你还要把 A 武器的石头放到自己装备上去，然后第三个你还用砍错或者是利剑，最早是利剑加左键，你才能把奥义放出来。很少游戏有这样子设计的概念啊，尤其是。我怎么放不出奥义？砍错加 A 啊，不，那个 Z 加左键啊，我还是放不出奥义啊。你有没有魂？我还是放不出奥义啊。你有没有妖气石？干干干！怎么教新手那么难？奥义有分三个形态，需要消耗三种不同分量的魂。我超希望三魂奥义可以连续放三次一魂的，一魂奥义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可以打飞到这里来，一定是鬼在嘛。这是什么刀啊？忍者刀，看起来又不像忍者，忍太刀、伊贺密刀都没有奥义啊。忍者刀有了，首先要得到符合你装备武器上对应的妖气石，正确的装上。他是要讲什么？战斗编辑，妖气石，放上去。以便不会浪费累积的魂，你可以放工人的，你还可以利用它争取更多胜利。半兵卫没错，对，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切换英打模式的力加攻击，对，只是现在的话没有半兵卫了，现在的话，哎，快登录啊，你是卡到了是不是？现在哈就只剩下这个大江户百货，你就直接点妖气石。这个是原本是设计的各种，就是更水墨画风格，让玩家有各种就是浏览这个世界的体验。啊，现在就是改成这样子比较方便一点，我觉得方便一点也好。妖怪神社，要。现在的话是可以用 Ctrl 加上左键了。像我是 Ctrl，我改成 Ctrl 之后就改成 Ctrl 派了。
神那边切来切去的，吓人哦！尝尝你的厉害，他妈射满脸钱镖，小苦，霹雳小苦，三四只，我后脑勺还有一只，有吗？小梦怎么好像快好像生病？这小梦病了吧？这是十年前的作品哎、欸，没事吗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丢过来的小急咒啊，不是，哈呀，丢过来的小急咒。好好喜，其实我还蛮喜，真的还蛮喜欢水墨画风格，可是好像不是现在的主流，说真的，很可惜啊。水墨画风格能够圈粉的机会好像比较低一点、啊，还是要再更精致一点的水墨画比较好。剑神，剑神手手。海苔但是完全不听话的了。编辑装备，装备人数教学啊，用漫画的方式。我的眼睛。妖气石专家，海苔蛋，原来这家伙叫美乃滋啊！妈，海苔蛋叫美乃滋是不是？好吃啊！这个是在他喽，妈的！资深一点玩家。要再卖 ，reach， 武器人数特殊，哦，已经那时候已经有凡死了，想当年凡死还没出来呢，所以这个是在推凡死之时的时候呢，凡死之后才推出来的那个画漫画，凡死之时是什么时候出来的、啊？哎，这是初阶的武器，初阶的奥义石，那个妖气石的图示啊 ，level 一的那种，可是官方没有让它实现出来。这里看起来比较难看哦。喜欢用奥义的可以装备武器专属的妖气石，喜欢用忍术的就装备可以强化忍术妖气石。想当年之前玩 PVP， 有人不装奥义石的。然后就你看他魂一道就丢工人，魂一道就丢工人。其实他也打得起来，只是就少那种用奥义的无敌时间。什么时候光暗？我要光暗，光暗嘞、欸！其实冰这个有 不太对哦，冰也不能完全说不能动。冰的话呢，它可以，它在没有妖气时就可以冰住了。只是我记得秒数跟那个会有增长吧。冰的话，我记得是可以增强那个什么，哎，命中率提升20%到30%。哎，我记得它会增加冻结秒数啊。我记得会增加冻结秒数，忘记了。反正这个再看啊。移动能力变差的话，风属性是一格一格的。强化道具效果的妖气石，神来吧？可以再讲一遍吗？没有啊，很简单 ，easy。啊，没了，干，没了，好，没了也好。然后，那么这个，那就来这边吧。操作说明的话，就是上次我们拍过的了。哦，有音效部分在武器加奥义跟妖气石的部分。是吗？对，啊，我这个了，武器叫奥义介绍，你可以看到忍切，超大声的忍切。那这边的话，想要顺便带一下那个一寸道场的部分。
它是类似新手教学。我重进好了，抱歉，我应该剪掉，我也懒得剪了，抱歉。人都最基础的移动方式，你知道光这点，不知道二杀掉多少刚进来的玩家，所以啊，没有办法保留也是没办法的啊，人都手游的部分啊。这里会有一个错误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像这种东西啊，苦不是不可能一刀打开的，这个也是，哪有一刀打开的啦，这么猛。把敌人撞个魂飞魄散。我在想啊，有没有机会？这个是过不去的、哦。我还有说可以冲撞啊，人二，难怪人二会拔掉啊。说真的，这个音乐好像。在全忍斗只有在这边可以听得到了，我们可以稍微听一下，还是我要静音一段时间，然后让这个其实可以整个被截录下来。重复了吧，那我就直接这样了，我觉得也已经也够长了。哟，还可以动啊，玩真的，你去那个好怀念的地图，这个也没有了，这个对也没有了，对，有训练，但是没有新手限制。好怀念的地图，好玩
人斗者，好怀念哦，超怀念，怀念 EX。与其去看操作说明，不如先玩这个，再去看操作说明。对一般新手玩家来说，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新手教学。然后建议复制一段什么新手开场白，这边你进房可以跟人家打招呼，说我是小萌新，请照顾我之类的。做个有礼貌的新手，大家都愿意带的。毕竟你算是有求于人嘛。我忘记这个游戏音乐会不会让我麦太咬声了。千人斩。右边这灰鼠会是蓝色的哦。在你一死我活的话。这苦加速吧，一般的道具屋都可以了。买神仙丸，大江户基本上大江户百货或者是有商店的地方都可以买到神仙丸。一个1499元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开始游戏了。好，好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里了。这个是那个啥，新手之卷海苔蛋的相关影片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漫画篇。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开 BGU， 谢谢各位，拜拜。